一直在关注我的人都知道，两年前我最爱的爷爷过世了。想成为像爷爷一样的人，他奠定了我的性格很大一部分。两年前他过世时，我还记得我有在西门町街头接到电话，我很难过，我甚至没办法回俄罗斯参加的丧礼葬礼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一直希望用一种我的方式记住他，那就是刺青。我们去菲律宾的时候，我觉得最好的 moment 来了，我找到了一间刺青店，刺青师非常好沟通，也完全可以理解我的 idea， 于是就约好了时间。我爷爷是哥萨克人，是一群起源于东欧大草原的民族。小时候我常常看他穿着传统的服装到处表演， Tilda 也是我最喜欢的他的样子。我的刺青师真的非常厉害，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图，但是却把爷爷呈现得非常生动。谢谢刺青师 JJ， 还有谢谢我的爷爷，我想你了。